年突然宣布和王嘉良结婚的许维恩，近日大方和粉丝分享两人一起买的新房，秀出新装潢，从墙壁到家具都颇有质感，更细细的发文讲解两人的品味和喜好，也无私的分享自己挑选的厂商。但从二月开始，短短不到三周内，就至少有八篇分享各种厂商业配文，大到地板材质和墙壁，小到马桶、电子锁，通通都有厂商赞助。没想到就有网友不礼貌直言，新家全部东西都业配，感觉都没花到钱。看到粉丝的留言，许维恩似乎不想吞下这口气，毕竟自己无私的分享店家，还公开了自己苦心找的厂商，并且每一篇发文都详细讲解，希望和大家好好分享。因此，对于网友这样说，他也罕见的留言回呛，表示我喜欢分享，并不代表不用花钱。我花钱的时候你在旁边吗？在网上引起热烈讨论。